哎，你好，大叔，咱这个是什么村呀？莱山区南江。南江哈。啊，对。啊，咱贵姓？免贵姓黄。啊，黄大叔你好哈。啊，咱这个巧克力用了多长时间了？这个巧克力？我用了得有四五年了吧？用了四五年了，这个巧克力哈。一直身体给我送的。啊，也是咱这个巧克力一个忠实用户了哈。我绝对是认可的。绝对是认可的。咱这个樱桃园之前感觉用了之后啊，用的表现效果明显吗？就是这个我们用以前吧，就是这个我老发现这个叶子比较小，自从用了以后这叶子比较大啊。以前没用之前这个叶比较小，对用了之后这个叶子比较大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咱们这个樱桃的这个果个感觉怎么样？长得怎么样？在膨大果个的时候我用了它，果个还行，果个还可以、比以往大了很多，大了很多哈。对啊，感觉咱这个果皮硬度提高了吗？糖度，或这个果的这个硬度啊，都比较好，都比较好哈。对，因为咱这个樱桃，它这个硬度高了之后，它耐储存哈。对，耐运一这个耐运输、啊、对。而且咱这个樱桃哈，我去其他地方，他们也是普遍反映哈，这个樱桃用了巧克力之后啊，这个口感明显和没用的不一样啊。糖度比较高。对，糖度比较高，吃起来特别甜啊。而且本身这个糖度啊，它这个密度挺厚。然后这个单果重量肯定也会增加的、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感觉用了之后，咱整体的这个树的长势感觉怎么样啊？树的，我以前我的这个树就是发点绿，就是绿、自从用了以后，就是都是把这个绿色的都没有了啊，基本都是恢复了树的这个好处了、多了，就是对咱这个树的长势也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哈、比较旺盛。比较旺盛了，树长的哈，是啊。你像咱这个去年咱地肥上用过这个巧克力吗？我是一年必须要用两遍，一年必须要用两遍，春天和秋天。什么时间？春天和秋天。春天和秋天哈。对，行啊。整体来说，对这个用了四五年这个巧克力，整体来说这个表现效果还非常满意的，是吧？对，我是认可巧克力，认可巧克力哈。谢谢您的支持哈。以后这个巧克力还继续用不用啊？继续用，继续用。我在上半年你给我送来，我下半年我还继续用啊，下半年也得继续用，继续用。对，我是、就是每年我都想用用啊，我的给我这个化肥比较好哦。行、好，谢谢黄大叔的大力支持啊。我感谢巧克力啊。行，希望咱们这个今年这个樱桃大卖。行，好，多发财。